照耀阴间，活化人间。那这 slogan 真的太棒。大家好，我是纯色的 CEO 嘉纯，非常感谢各位莅临纯色的新品发布会。床头柜，就是比较私密的一个柜子，不会啊，它就放在抽屉里面，直接放在抽屉里面，而且我们有附收纳袋啦。床头柜里面没有哎，没有。我这个人欲望比较低，比较偏冷感，所以我用的时候其实只会用照光的模式。我不知道每个女生会不会闻自己的内裤哎，我是会闻啊，就是。对，洗澡前脱下来我会闻一下，感觉一下最近的状况。然后我自己其实在测试阶段我试了，你每周做两次的光照，你内裤的分泌物味道会改变，会从可能原本有一点点的比较重，到其实是清香。風の音がする。なんて心地いいんだ。那其中有一位他的心得回馈太有趣了，他说他的分泌物啊异味的问题透过我们呵护仪的红外光照有获得改善，然后他就接下了一个评语，就是照耀阴间活化人间。那这个 slogan 真的太棒，这套很辣，谢谢，找很久。有防护吗？有胸贴，有胸贴，还很遥远，不用担心。其实今天办发布会，然后我们下午还有两场跟粉丝支持者见面的生日会，我今天等于是三场活动，我就想说度过今天再说吧，没有余力去想自己的生日要干嘛。生日愿望吗？因为我在这一年内失去了两位亲人，然后都还蛮感叹的。生命很脆弱，然后你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比起事业的发展，我觉得身边的人都能平安健康是最重要的。